风雨无阻啊，虔诚的祈祷，莫非都是呢要把这个七业的吉祥业提倡起来，解除了人人在七业的迷失，希望人人建立了信念，这种正信、正念、正思维的正业。哦，原来呢，七业是吉祥业，有道理。年轻人呢，终于知道不是鬼业，是吉祥业，是感恩业，感恩业。行善不能等，行孝不能等。人不能没有信，一定要有信，而且要自信，要有智慧的心啊，不一定在哪一个宗教，总是呢智慧信仰一定要有，就是自己道要开，不要开小小的田径路、田埂路，我们要开的是真正的康庄大道。这都是利用我们一起寿命啊，如何呢？来开阔我们生命之道，要开向哪一个方向？最好当然啊，是人间菩提道。